是习惯戴表的，我也喜欢手表。我觉得手表它不仅仅给你一个功能是让你看时间，它很重要在你的这种，我觉得它是体现一个人的品味。你戴什么样的牌子的手表，戴什么款式样式的手表，可能都是一种你当时的那种状态下的表达。